咁我哋依家就出發去朝熙嗰邊。嚟，公主。嚟到呢個嘅朝熙温泉公園。朝熙啊！是朝溪温泉公园啊，就是我哋想去的泡脚拉面店啦。呢个有少少半户外的用餐的 area 啦，咁好彩都仲有位系可以出边坐咯，因为入边就只是普通的拉面店咯。板豆腐是去炸的，我呢度都有呢啲 free 嘅嘢饮，有柠檬水嘅毛巾俾翻我哋。系啊。猪排烧烧拉面是哪位？你要这里跟炒跟虫。佢推介的就是猪扒叉烧拉面。我呢个系强棒海鲜拉面咯，有劲多料咯。好吸引，凉拉面，凉拉面，个猪扒都好食咯。下面是嘛？它有洋葱味，但因为我本身不喜欢吃洋葱，但是洋葱已经融入了旧薯饼里，跟住入边劲厚芝士，你看到没？超多芝士，是流出来的。吸引。咁原本系惊我食唔晒，谂住就咁叫个叉烧拉面。然之后我发现竟然佢呢个夹埋仲平，我叫个叉烧拉面，梗系叫夹埋噶啦。佢个炸豆腐我一般认知嘅炸豆腐，即系炸豆腐会谂起嗰啲椒盐炸豆腐。又或者係酒樓嗰啲咯，佢入邊係一嚿比較硬挺啲嘅豆腐咯，跟住出邊就裹咗一層比較厚嘅炸，跟住係個酥皮柴魚味，淡淡嘅。佢個豬排真係幾好食，我中意個汁。我覺得個麵就係適中咯，普普通通。每樣都話特別好食，係，但係唔差，係肥瘦適中，一定要快俾曬你。反正嗰個紫菜天婦羅好味。呢度係我哋嗰間民宿嘅主人推介我哋過嚟咯，咁可能就唔係太網絡上去介紹嗰啲，所以相對都唔。使驚話要排隊或者點，其實入邊都係大部分都似係當地本身住嘅人過嚟普通食嘢，或者係咁啱嚟到呢度旅行經過見到嘅人。佢呢度出面就係咁嘅，跟住有個廚房咁樣咯。我哋間房，但係嚟咗一間好有文青風嘅民宿啦。佢係其實出面會有公共 area， 跟住有幾間房都係差唔多通嘅 style。咁我就揀咗依間啦。
鋸，係咯，好靚啊！我覺得簡簡單單。然後佢呢度會有埋洗衣機啊，跟住出邊有乾衣機嗰啲，跟住簡簡單單咁樣。呢度就係我哋住嘅地方啦。但我覺得佢襯得係幾靚嘅啲嘢，簡約文青，跟住有少 Muji feel 咯。Muji 得嚟又有少現代主義，係有少少。咁得閒無事你可以坐喺度戳下，跟住最正嘅係咧，其實樓下咧已經係勁多唔同嘅店咯，即係食嘅台飲啊 ，Kila Kala 啊，下邊又已經有間 Seven 咯，跟住超方便咯。食邊個好咧？剛剛一睡醒，然後就抱我，然後顏楓兒在我睡覺的時候已經找好了要吃什麼了。哇，好吸引啊，你那個是這個好正啊，這個我最後是這個買了個乾貝甜蝦火山檔，這個就是龜耳火山檔，好像很多料，這裡全部圍著一個圈的甜蝦，雖然話就話甜蝦唔係好貴啫，但係都勁多。呢個就係個甜蝦，但係佢好大隻喎，個甜蝦。多料到係無從入手啊！你睇我。真係切得幾好，係厚切。呢個就係嗰個大字。你看看，哎呀，它是跟那個匙羹差不多大，但不然它9.53咯，現在9.2，我們還有4個字吃完了，得的，我們圍回港紙先100元一個，這麼大，是的，還要勁貼心啦，即係佢仲有蛋俾你嘛，咁你又剩低飯，你唔使好齋咁樣硬啃。哇！嗰、那個流心，哇！好邪惡啊！我得啦。為咗我哋唔做最後嗰個。係啊。加油緊。3點咯，佢仲瞓緊覺咯。我決定用最温和嘅手段叫佢起身，就係買早餐。買早餐，開飯啦，石頭。我的早餐攻勢成功了啦，起身啦！今天我們去西門町玩，雖然香港都有幸福堂，我看看你今天什麼簽運，是91，第二個中啊，我是好啊，唔使香港排隊排生死。都得意啊！都得意啊！喂，好犀利喎！石頭揾咗啲角落生物嚟啊！係啊，本身你唔中意呢只。哇！這個、每人一隻，開心。嚟啦，你抽啦！没有选择就是安慰奖啊！好，边帮我选一个？你喜欢哪一只了？點解會3蚊翻去咧？行去
佢會落翻嚟。哦，明啦。你係幫人執緊嗰個夾公仔機。佢由呢度。我哋有嘅，好想要聽貴啊！一個唱機喺度慵懶毛，我黑啊！影到我哋，我影我個樣，係我嘅宵夜，再配卡通片，正。咁我哋就準備出發啦，係我第一次搭台灣嘅火車，好瘦啊咁樣。好靚嘅咁樣，可唔可以永遠都係咁樣啊？可以，你永遠都咁樣遮住。